Gucci 是意大利时装品牌，它的公司是由设计师 Guccio Gucci 在1921年成立。它的产品包括时装、皮具、皮鞋、手表、呔、丝巾、香水，甚至家居用品和宠物用品等等。它的品牌时装一向都是以身份和财富之象征而闻名于世，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宠儿。在创立之初，Gucci 一直走贵族的路线，作风奢华，而且略带啲硬朗的男子气概。它的商标以绿红绿、蓝红蓝两种颜色组合为主，来区别天然的皮革和染色皮革。与此同时，它的创办人 Guccio Gucci 它还以它的名字作为它的标志。Gucci 这件衫就正正显出品牌特别之处，宽松的衣袖再加上黑色蕾丝花，成为整件衫的装饰，显得大方高贵。而丝质的质地穿上身也都十分舒适，再加上是原料口味，加一些黑色的窝钉，另一款看起来更加时尚和有女性美。如果对件衫有兴趣，就要上来 Brown 来看看啦。